既然如此，大家开始投票吧。 苏氏1票，苏氏2票，苏氏3票，苏氏4票，苏氏5票。 谢氏1票。会长，请留步。能否请您讲讲投给谢氏的理由啊？苏氏的百花争艳固然巧夺天工，但谢氏的绣品简单却有新趣。下官还想看看，他们在下一轮会有什么新花样。 这第一轮比试，苏氏8比1暂时领先，第二轮比试为固色，3日后见分晓。诸位都退下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嗯，走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，吃饭啊！哎，好好好，来了，来了。 谢吧，谢吧。小心点啊！慢点啊！王叔，干嘛呢？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？不敢劳烦您，您还是陪包子儿去吧。这什么布料啊？怪好看的。这是云锦，刚从江南进的货，可贵呢。云锦？嗯。王叔，这不对啊！这上面没有赤金线，怎么会是云锦呢？ 没有赤金线，肯定是上当了。不行，我得把这批货全部退回。伙计，没想到啊，大名鼎鼎的谢氏绸布庄，全都是外行。赤金线虽然金贵，但是质地柔软，难成利绒。这一年来，江南织造为了让云锦的品质更高，已经将赤金线改为圆金线了。这批云锦仍是上等货，此刻你们退回去的话，岂不是闹大笑话了？ 哎呀，你胡说！这位公子说的对。大少爷，这批云锦的确已经改成了圆金线。尼儿，他说的没错，你去看看爹带回来的江南织造新编，上面有关于圆金线的记载。王掌柜，这车云锦先入库，跟我来。好，大少爷。还是你们家大少爷懂行。 你还挺懂布料哈，我还以为你不过就是个横行霸道的公子哥。谁横行霸道了？那日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要不然我现在给你赔个不是。不需要，本姑娘不接受。哎，你为什么不接受啊？你还要我怎么样？小小女子，别得理不饶人啊。女子怎么了？ 我那日不照样赢了你吗？啊，那你要是不服的话，咱俩再出个题比试比试。我也不需要，我们家已经赢了，我没有必要服。你们家？你谁家？来来来来，你看，苏氏绸布庄。我叫苏文宇，这就是我家的。 就是那奸猾舞弊的苏家人呐！谁奸猾舞弊了？你家呀！你才奸猾舞弊呢！你家奸猾舞弊！你家奸猾舞弊呢！你家！你家
哥，明明就是他作弊了，还不敢承认。你们家怎可能在两日之内完成如此精美的绣品？分明就是作弊！行了，别说了。苏公子，我妹妹心直口快，我代她赔罪。我这还要开门迎客，苏公子还是请回吧。 你别走啊！你往后说清楚。谁跟你说的？谁先还我赔了？你这……哎，公子，您别为难我了。一定是人家，谢谢您。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不行，我要回去问清楚。少爷，你这么做，让同行怎么想？ 让文宇又怎么想？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么复杂的绣品，怎么可能是两日之内完成的？大家面子上不说，背地里说不定怎么笑话我们苏家的。你让文宇怎么看待我们这些做长辈的？你对得起我们苏家这块绸布庄招牌吗？大哥，我也是为了苏家，你若是不领情的话。 就等中宣结束后，苏家的事，我便不再掺和了。哼，你不掺和，难道你掺和的还少吗？公明，难道你还想继续营私舞弊下去，为我苏家博得一个千古骂名才甘心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背地里干的那些勾当。 是你收买的，软缎是你提前就拿到手的，命题也是早就知道。让秀公精心准备的，如此大作手脚得来的盛举，简直就是令我苏家蒙羞。哼，高大人是袁统领，而大哥跟袁道成不也是常年交往吗？ 昧着良心的事情，公明，自从我身体欠佳，让你接手苏家的生意以来，你越加的胡作非为了。事情已然如此，大哥责怪，兄弟也没办法。第一轮比试，虽然咱们家领先，但谢家的气势已经完全压倒了苏家，要想高枕无忧，还早着呢。 小姐，您有什么事吗？哎，这个我会。来，你来，给你吃。我来。小姐，可是老爷不让你。打鸟，进去。哦。粗布。嗯。嗯嗯。又来干嘛呀？我是来想跟你说句话的。你我无话可说。 你还我！对不起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之前说我们苏家剑花舞弊，所以才赢得了第一轮比试。你说的没错，是我们苏家作弊了。我们丢掉了商人的信誉，早就已经输了。我听到我父亲和我二叔。
本次锦绣大会第二轮比试固色，台前三只木桶分别盛满了雨水、醋以及白酒。现在就请苏氏谢氏将自家布料依次进入桶中，一炷香的时间。 两匹布料经过雨水、醋和白酒的浸湿，丝毫未见褪白掉色，令人惊叹。仅凭肉眼看，确实难分高下。撤！袁大人。 既然难分高下，在下倒有个提议。讲。把我们两家的布料放到烈日下暴晒，我们谢家的布料即使在烈日下暴晒三日，也会色泽如新。好，这个方法好。烈日下暴晒，方能见分晓。大人，万万不可啊！如果家事一局，苏家还讨不到便宜。这么多眼睛看着。 毕竟要负重，无妨先家试一轮。好，现在就将两家的布料置于烈日下暴晒，三炷香后再做评判。 谢家的固色技巧果然不凡，烈日暴晒三炷香的功夫却丝毫未见颓败。两轮比试，苏谢两家打成平局。第三轮比试是染色，题目为赤，5日之后见分晓。 这个赤要怎么展示？哎，妮儿姐姐，快看，看我画的画。你怎么弄的都湿了，快坐下，我给你擦擦。哦。以后下雨天不要再出去乱跑了，会生病的。好。对了，妮儿姐姐，你快看我画的画，看，特别好看。 你猜猜我画的是谁？我可画了好久呢，你快看，是不是特别漂亮？还有这张，看，这个更好看。包子画的越发好了，真厉害。妮儿姐姐，你怎么了？爹他们在为第三轮的笔试发愁。 这都第三日了，我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哦，包子也没有办法。这赤是人们最喜爱的颜色，因为它鲜艳、浓烈又吉祥。赤有深有浅，深浅不同，寓意也不同。可是要如何让赤色变得鲜明别致呢？还真是个难题。 算了，跟你说你也不懂。哦，
快看啊，你！你叫我名字干嘛？快看，你！哇哇！快看，是霓虹哎！好美啊！你说那上面会不会有人啊？我也好想上去玩，肯定很好玩。哇！有了！有什么？宁儿，你又跑哪儿去了？我想到了。你想到什么了？我想到那块布该染成什么样子了。啊？每每雨后出现彩虹，都会因为珍贵而令人欣喜，遇见它的人呢，也会视之为吉兆。哎哥，咱们何不以霓虹为题，染出一种七彩布料，七彩如意，寓意吉祥。创意虽好，但通常的染色技法要使面料闪光，都会在上面加一些金箔银粉，但这种做法造价昂贵，并非寻常百姓承受得起的。那如果这种布料粗看之下平淡无奇，却能够在阳光的照射之下显示出七彩之色，岂不是会更神奇有趣？你的这个想法倒是和咱们家的祖传配方不谋而合，但这种配方原料昂贵，需要大量的工序提纯固色，人力物力都煞费周折，毕竟咱们家的布料还是以价廉实用为主。可是咱们这是比试啊，自然是越珍贵越稀有为好。哥，咱就用它吧。就算是用了，我们却赢得了这场比试，今后也难以惠及百姓。这对于咱们家来说，却失去了意义。那既然昂贵的话，哎，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啊？这东西真的有用吗？试试呗。再说了，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，要是你能想出来，就用你的办法呗。我你爹爹，今天天气真好呀。您说的，将贝壳代替珍珠磨成粉，也只能尽力一试了。坤子，您看看我家蝈蝈。不要。来一条吗？吃不得，吃不得，吃不得。你要来个娃娃吗？这个特别精致。这是什么呀？这就是娃娃。娃娃。您看看。嘿。哎，这个我认识，这个是老虎。爹，哥，你们快点儿，快点儿！咱们呀，一定要比苏家先到会场，这样呢，才能显得我们游刃有余、胸有成竹。一定要从气势上把苏家压倒。你这小丫头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包子不见了！啊？什么时候不见的？一大早我还见包子在院子里骑木马来着。后来有伙计说看到包子溜出府了，我已经叫人出去找了，可是没找到。那你们先去，我找到包子再来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这个时候还添乱。公子，来看看这小怪件吧啊！哇，特别喜庆，好好玩啊！买一个吧。包子，卖包子嘞！来，谢谢。哎，包子。客官，来看看，刚出锅的。哇，比我在家吃的还大。要不您尝一个？我们家的包子这条街最有名了。嗯，好吃。好吃吧？有肉的吗？有。这，你尝尝这个。
好吃吧？好吃。客官客官，两钱。什么两钱啊？这，你吃了我俩包子，你得给我两钱啊。嗯，我没有。哎，你不能走啊你！你撞我干什么？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这不明抢吗你？你。你这个人，吃我包子！哎。大会第三轮比试现在开始，苏老板您先请。此乃纯正的皇家赤色，除了色泽够正够红之外，还在染料里添加了金箔印花，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。此等布匹适用于皇宫内的大型庆典。苏家的染色工艺果然非同凡响，此块布料实乃天工之作。袁大人，您看呢？本官在宫市局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纯正通透的染色技法。苏老板，好工艺。谢袁大人夸奖。谢老板，你也就别等着了，快把你们家的宝贝亮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吧。遵命。这就是你们谢家拿出来比试的布料？正是。谢老板，您家的这块布还真是朴实无华呀。既然二位老板已经展示完毕，诸位大人可以开始投票了。高大人，草民尚未展示完毕，此种布料需披至身上方能展示，故在下做了一件简易的披风，可否劳烦执事起身为我试衣？能否再请您转一下圈？在下从事染织业已数十年，从未见过如此布料。请问谢老板，这块布料是如何染成的？不瞒诸位，这种染色技法应该为我们谢家的独门秘方了，因造价极高，一直未能被投用。但前几日受到我家小妹的一些启发，才做了成品出。此种技法能重见天日，还多亏了我家小妹。
此种技法工序十分的复杂，我们日后也会加以改进，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惠及百姓。不过谢喽，你们似乎跑题了吧。此布虽然神奇，但是五颜六色的和赤有何关系啊？这有什么？谢家的布虽好，但是偏离了主题，实乃可惜呀。高大人，谢某有话要讲。赤乃七色之首，在这块布匹里，我们将七色幻化为赤，又将赤延伸为七色。谢某认为，这是对赤最好的诠释。为此，我们将这种布匹命名为幻彩罗。有理有理，确实有理啊。好一个幻彩罗，真的是巧夺天工，美轮美奂。谢老板，虽然说你的染色技法高超，这块布匹也算得上是上乘之作，但是就如苏老板所说，偏离了赤之主题。对不住，我们不能判你赢。本官宣布，此次锦绣大会。且慢。那次赴宴之后，您为了救我，就被马车撞向山崖。我以为我的辈子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喂，幸亏这里的大夫见过您的画像，我接到消息，立马就给您接回来了。对了，我从山崖上摔下来。小龙，哎，今儿什么日子了？王爷。今日初一，初一了。今日是锦绣大会中选的日子。王爷，这都什么日子了？您还惦记那个呀？你好好想想，你这些日子你都经历了什么？王爷，你去哪儿啊？王爷。下官拜见王爷。拜见王爷。各位请起吧。谢王爷。自从王爷失踪之日，下官便夜不能寐，着实担忧。今日见王爷平安归来，下官总算是放下心头之大石。如若王爷真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叫下官如何自处啊？王爷安好，您先请上座吧。上座就不必了，如今料理正事要紧。王爷所言极是，下官正要宣布此次锦绣大会的胜出者。还未投选就宣布胜出。王爷既然回来了，一切由王爷定夺。苏布染色技法纯熟，可算上品。谢王爷夸奖。而这谢布
则当得起惊艳二字。正如谢老板所说，赤乃七色之首，此布以七色换一色，一色换七色，其巧思可谓是登峰造极。且谢家一直致力于降低布匹成本，虽是鄙视，但一心想要为百姓造福，着实不易。依本王之意，今日这一场比试应由在场的全部官员投选方显公平，诸位意下如何？既然王爷亲自督办，我等照办便是。苏轼一票，谢氏一票，苏轼两票。谢氏两票，谢氏三票，苏轼三票，谢氏四票，苏轼四票。谢氏五票，苏轼四票。本王宣布，谢氏筹部。二位大人，啊，今日也太冤了，凭空调出来一个王爷，硬生生把我苏家的贡商名号给……还劳烦二位大人为小人做主啊。苏老板，你急什么急？没看见我跟袁大人一直在力保你们苏家吗？是你们苏家自己不争气。可我……好了。纵使呢，谢家现在获得了贡商的名号，那日后还不是要跟公使局打交道吗？那治他的法子多了去了。倒是苏老板，日后用得到您的地方也多得很呐。那日后，草民就听候二位大人的差遣了。按惯例，三日后在公使局将要设宴，款待此次参选的不商，届时苏老板务必赏光。啊，是是，在下遵命。那既然如此，苏老板不如明日来一趟公使局，
到时候这场内外需要怎么布置，需要哪些物品，会跟苏老板好好交代的。啊，是。苏老板，啊，还不快去准备准备？啊，那咱下告辞吧。事情没办成，反倒让我掏银子替你们置办，官家的银子全都进了你们的口袋，算你们狠！哼！爹，公事局来了好几位大人，咱家成了共商，这次可是光宗耀祖了。您慢用。爹，您可是在想要不要王爷的事情？哎，早知道我们收留的那个包子竟然是……早知道他是位王爷，当初应该想个更周全的方式。不过他是自己跑的，也不是我们赶走的。但是这位王爷却像是不认识我们一样，甚是奇怪。爹，您忘了，他来咱们家的时候，大夫说他头受了伤，失了心智，想必后来是自己醒过来的吧。其实不认得咱们也好，你要是喜欢和他胡乱玩闹，到底也是不成体统的。那我们便顺其自然，此事就此作罢，不要多生是非。毕竟是位王爷，身份尊贵，要是知道自己曾经成了个傻子，不免难堪。还有，洛王殿下的事，不要告诉尼尔，这个丫头疯疯癫癫的，知道了，指不定闹出什么乱子来。凤儿明白。嗯，谢老板，谢老板，恭喜恭喜，多谢二位。谢老板，如今夺得共商之位，这真是众望所归啊！过奖过奖，承蒙各位抬爱。哎，依我看，以谢老板的实力，大可胜任共商行会新任会长了。哎，兄台所言极是。小那苏家霸占共商行会几十年，在其位不谋其政，一心就想拉拢公事局，早就该下台了。啊，不不不，谢某才疏，实难承此重任，二位万不可再提此事。不提不提不提。里面请。好嘞，恭喜恭喜，恭喜谢老爷。门怎么关了？恭喜你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当然是来道贺的。道贺什么呀？皇榜都贴出来了，你们家都成为共商了。真的呀？太好了！哎，等一下，你是不是喜欢山茶花？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叫迎春园，里面种了大片的山茶花，特别好看。真的呀？真的。不过昨日我去，现在还没开园，待无妨。十日之后，那里会举办签购会，到时候我带你一起去，怎么样？签购会？特别热闹。那说定了。十日之后，我在这里等你，不见不散。好，那到时候见吧。哎，让开，我先回家。不见不散。下官定当全力去办，还请王爷放心。那就有劳袁大人。王爷，袁大人，人到了。草民见过洛王殿下，见过袁大人。谢老板免礼吧，本王也不是什么拘礼之人。今日唤你前来，是关于赠与西周使者贡礼之事，王爷有些不放心，想听听谢老板的意见。既是用幻彩罗制成赠礼，自当竭尽全力，在花样和染色工艺上也会再多下功夫。谢老板，公事局的意思呢，既然作为国礼，是否当与平日市售的这些布匹区分开来，方显尊贵呢？谢老板不必在意，幻彩罗色彩鲜艳，质地上乘，就算是作为国礼相赠，也是极好的。